语言艺术感染者张鹤帆、冯兆阳。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！这个不用，歇会儿，我没什么要掌声。行，这个什么事儿吗？不给吗？不用你，我跟你客气了是吧？乐大小伙子留这么长头发，你好意思说人家？真行，姐姐乖一点啊，好好的啊。这个行了一场接了一场，刚才杨鹤龄、吴肖泽表演了一段传统节目叫《玉堂春》，说的不错，让他俩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话我们小哥俩给您奉献演出了，两个小演员走上舞台，好多朋友不认识我们，没有关系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那我先来，德云社贺子科的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张鹤帆。使点劲，这会儿可以鼓掌了。怎么回事，姐姐？那啊，说点小学生的没什么可值得各位鼓掌的地儿。我没什么可介绍的，允许我隆重的介绍一下，站在我身边是我的搭档，他叫冯兆阳。我为什么介绍他的时候加了隆重两个字啊？我稍微的解释一下，张鹤帆，前面杨鹤龄、吴肖泽，就我们仨来说就很有代表性了。怎么？名字中间有一个鹤字，有一个肖字，对，包括前面上来的还有九字。嗯，您各位一听就知道。这不是外人，这是郭老师徒弟，对吧？众所周知，都是我师傅收徒弟八科学生。嗯，云鹤九霄，天打雷劈，八个字啊，是不是两下？错了，为什么？天打雷劈，云鹤九霄，那个意思，那个意思是吧？那也不对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你说的对，反正就给八个字。对。你看我们占鹤字的，有占肖字的，还有占九字的，对，一听就知道郭老师徒弟。但是各位听他的名字，他叫冯兆阳。哇，哎，八个字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别乐啊，别乐啊，各位啊，这是重点，这是为什么隆重的介绍人家的地方，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师傅，对，而且他的师傅也有一个人类的名字。什么叫人类的名字？是不是个人？哪句话说错了？你师傅是条狗吗？你要这么说，这发型有点像，对不对？都是说人的名字。哎，就是说这点隆重的介绍，咱们不能开玩笑了啊！他的师傅不是外人，相声界的皇后于谦。我说这没什么值得，怎么还皇后都出来了？是不是我师傅是不是那个什么？那你师傅是不是皇后？你师傅家风的皇后，对不对？玩笑都不说，相声界的皇后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皇后的徒弟，那我哥哥是不是得是个公主？这个背景没错吧，各位？皇后的徒弟，他就得是个公主。你看我哥哥是个公主，你看，给人点歌，倒酒，司机。那我们挣的可比你们多呀。我倒不羡慕。我没听说过，不能叫公主。哎，就是于谦老师，对对对，跟我哥在一块儿合作确实很开心，而且人家是个周末哈，来了这么多朋友，这个而且选择了这个前门广德楼剧场，嗯，来看这个队的演出啊。你们是真好骗啊，你们是。这叫什么话？就好玩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听着相声有好处，听着相声坐在这哈哈一笑，心率上升，浊气下降，而且还能调节一下之前紧张的工作压力，多好，花钱不多，找人还不少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好多不听相声的朋友不理解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为什么同样说中国话，这个观众要花钱买票听你们说相声说话，就是他就不理解，说相声演员不研究别的，专门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。语言艺术，对，我们就叫语言的艺术。嗯，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，它不好研究，各位，真的，各省有各省的方言。对，你说就细比较起来啊，每个地方说出来的话，它意思可能完全一样啊，但是这个表达就表达起来字数可能就相差很多了。哦，这还是有区别。可以举例说吗？那你举个例子说。咱们随便找个事儿。哪件事？就这么事儿吧。嗯，有人哥俩住一个院里。哥哥住东屋，弟弟住西屋，半夜就天很晚了，
弟弟出来要上个厕所，这一关门声有点大，出动静了，哥哥听见了，哎，半夜闹动静，别闹贼，得问问怎么回事啊。嗯，就这么一个场景，哥俩聊起来不聊太多，让他们聊四句话，就四句，各位就这四句话，嗯，每个地方说出来的意思完全一样，但字数上它有所区别。有这么夸张吗？你看，咱就拿此地来讲啊，此地北京，北京，嗯，咱不聊老北京话，嗯，老北京话聊起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啊，这俩人写字聊了，就是现在北京人聊这四句话。怎么样？四句话，一句话四个字，四字，十六个字，十六个字就能说清楚。十六个字，他俩完成对话。您各位看看是不是这个状态？学一下。这边门一响，哥听见他就问：“嗯，这是谁呀？”我问弟弟那边听见他得回答呀。嗯，是我您呢。好，您干嘛去啊？嗯，上个厕所。很简单吗？那各位，四句话，一句话四个字，十六个字完成对话，这是北京人聊天。嗯。换个地儿，意思完全一样，字数它就有所区别。哪个地方啊？好比说，山东话。山东。山东人，山东的朋友，嗯，聊这四句话，一句话仨字完成对话，十二个字解决问题。哦，这么简单。你看，就是没想到就问了。嗯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不一样吧？这是我。上哪儿去？啊。上厕所。还真简单。嗯。一句话仨字四十二个字完成对话，很不错，很简单。这是山东人聊的，嗯，还能再简单？还有比这能简单？还能再简单？哪儿啊？东北人，啊、哦，北方，东北人，东北人，四句话一句话俩字八个字完成对话，我这不更简单？那就是没想着问了，谁呀、啊？我呀、啊，干啥？你干啥？简单明了，八个字完成对话，嗯，还可以再少，还能少？可以。这是什么？河南人，河南话。河南的朋友聊这四句话，一句话一个字，四个字完成对话，就更简单了。这边门一响，就问 C 我抓鸟、哎，这是最简单的了。还有最简单的？还有比这简单的？这什么语言啊？聋哑人。哎，没听说。那玩意儿，一句话都一个字，还怎么简单？确实是，对不对、嗯？所以说，你看这是各省方言。您各位可能又问了，你说。咱们现在都说普通话了，嗯，到哪儿你说普通话，大伙都能听明白。对，这回研究普通话是不是就好研究了？嗯，也不是，这个怎么呢？各位，我不说咱普通话，啊，就咱生活中最简单的，叫人打招呼，都说普通话来说，它也是有规矩的。这还得有什么规矩？哥哥就这么说，啊，不同的人见着你的面，喊你来说，它就不一样，有区别吗？当然了，你说说，比如说。今天现场哪吒，嗯，就咱们现在在座的，待会儿回家也赶上你要回家，哦，坐地铁坐公交，就甭管什么场景吧，啊，碰着了，碰见你了，嗯嗯，你看人家跟你打招呼方式就不一样了，怎么打招呼？到那儿把你认出来了，嗯，啊，我来了，你看，这不刚才那个吗？啊，说一下那个，对对对，哎，那孙子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怎么到我这变孙子了？没记住你名字。那你就说不认识，不太熟悉。记住名字不就得喊你名字吗？啊，记住名字不一样。刘峰，冯兆阳。哎，这是我，是不是这么跟你打？对。但是哥哥，你再想想，嗯，后台咱们师兄弟，咱们的同事，那没有，有人喊过你的名字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的小孩来说，啊，见面，哎呦，师哥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有师弟吗？哎，跟你边上边上了，嗯，老冯来了。哎，对，这么打招呼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都这样，嗯，所以说你看，不同的人叫他都不一样，称呼确实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再说了，加入点地域色彩，地域色彩更不一样了。啊，这比如说，咱们不出去北京，啊，往东走一点到通州，哦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通州的朋友啊，有，就是有通州来的朋友呢，我希望你闭嘴。怎么着叫骗人是吧？干嘛让人闭嘴呀、啊？就是我解释一下，人家借这个。哎，对，咱一块探讨。嗯，就过去老通州的朋友啊，喊人啊叫名字，嗯，就怎么喊，把家里边这个排行放在前面，哦，把姓氏放在后边。啊，有这样的。就拿我来说，嗯，我姓张，对，好比说我在家里边大排行排第二，嗯，通州人看我面怎么喊，喊我二张呢。哦，哎，而且叫这个人愿意叫答应，那个人愿意答应。是是是，咱俩去表演一分钟。咱俩来，咱俩就是两个通州人。哎呦呵，好，哎，大街上碰见了。嗯，我姓张，你叫我二张，你看我愿不愿意答应？二张呗。哎，哎，
我还乐意叫，我还乐意答应，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换个姓氏也是一样的。换什么呀？就比如说我不姓张，你姓，我就是姓王了。我在家里拍个片，你好，二王呀、啊。哎，啊，你看，我愿意叫着，我还答应呢。是，再换个姓氏，换什么？我姓刘了，家里拍个片，你好，二刘呀、啊。哎，哎，我愿意叫，你好，你愿意答应。是是是是。再换个姓氏，是吧？我姓舒，家里拍个片，你好，二叔呗、啊。哎，你看。我不愿意叫，我怎么又吃亏了呢？我愿意答应。我这这玩意儿人有姓舒的吗？哥哥，咱们不脏心浪费，我没占便宜啊，还不占。各位见证，有没有舒这个姓氏？有吗？有。舒淇。我还真认识这么个人，还真是有有有。是不是老舍先生？啊啊。舒庆春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还这你这你就是矫情，都一样。我叫你也行，你叫我啊，我占便宜，那可以吗？叫你也行，你来就来。您姓包，姓包，别开心，您姓包，你在家里排行第12452。我们家不是蟑螂窝，排行第二就行，也第二啊，也第二。嗯，二宝妹，哎，我愿意叫，哎，我还真愿意听，对不对？你也换个姓，我换，比如说你姓马，家里排行第二，是是是，二马哎，哎，我愿意叫。哎，我还听。再给你换个姓，你姓赵，下面看个姓啊，二赵哎，你看我爱叫，是是是，对吧？再给你换个姓，你姓沈，下面看个姓，二沈哎，哎，我怎么感觉是来配对儿来了？一二叔，一二婶儿，婶儿这个没有了吧？沈阳的沈，沈腾，那是二沈，不能二婶儿啊。我北京人。有口音，那也没有在这儿加儿化音的。你看没有，叫人打招呼到通州是这样。是，各位，咱们再往东走一点，还走到天津。哦，水汉的码头有一些江湖气息的。哎，对了，到天津叫人就尊称一声爷。哎，对，是这么叫。姓张的叫张爷，姓李的叫李爷，姓王的叫王爷。没错。哎，而且回答这个人，他就不能回答张爷、李爷、王爷了。怎么回答？为了更尊重对方，他要回答一连串的爷，一连串显得更恭维对方啊。我说这我没怎么没关系，咱俩再演一回，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，咱俩就是俩天津人了。哎呦，我们俩改的真快，好不好？行，我马路看你老是喊你冯爷，你这边回答我一连串的爷，显得更加尊重。一连串可以吗？来个试试。来，马路来个回来了，哟，冯爷。呀！真有这样回答的，我见过。你还是个说唱歌手，我改说唱歌手了。哥哥，咱们这一连串太长了，不要晕掉。你看，你确实有这么说的吗？我脑袋不好，真的。我想听听数。那你说，来这么着，咱来四个，四个行吗？没问题。你回答我四个，行。你看这个就不一样，可以可以。哟，冯爷。呀，四个多，通常没听明白。那怎么办？仨，减一下。仨行吗？可以试试。仨试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哟，冯爷。呀。仨也多。哎，这都挺好的。俩博士。一个吧。一个是啊，哟，冯爷，爷，这就可以了吧？这就可以了吧？大哥没下注入力，爷不行，我认为傻子，行，多一个傻一个那无所谓，俩也是可以的，可以。哎呀，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咱来回。好。冯爷。孙子。哎。占便宜呀。不想到我有今天。多讨厌。那讨厌你占半天便宜了。开玩笑。就说你看叫人打招呼都这么大回应。确实有这么说的。真的，各位，咱们生活中就说话是很讲究的。对。还有一点。不同的场合，不同的地点，他就分什么地方说话多，什么地方说话少。啊，这也有区别。还有了，那您再说一下。说话多的啊，饭馆、
饭店。您各位都去饭馆吃过饭，嗯，就好比您各位正坐在饭馆吃着饭，一抬头碰见认识人了。啊，您各位注意我这字眼啊，我没说熟人，我说的是认识人。只是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关系不太亲密，嗯，就是认识而已，嗯，就这种朋友，你在饭馆遇见了，你总有一堆客气话要说，客的吗？哎，而且这话多不显多，显得很热情哦，这么也不用打扰人，怎么样？咱们俩再聊，还聊两句，行，可以，这就不是舞台了，那这是这就是饭馆了，要改饭店，行不行？我正在这吃着饭呢，一抬头我就碰见你了。瞧见我了，咱俩的关系可不是搭档师兄弟这种关系，那就是普通比这种关系要次很多了，次很多。嗯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嗯，这么说吧，我感受一下。我玩王者荣耀，我举报过你，那就是仇人，对不对？举报过我，点头之交，哎，反正就很淡的一个关系。那就有个朋友，哎，在后面碰见，你看咱俩说的话多不多？可以是吧？来来，各位看啊，我在那吃着呢啊，我碰见他了。嗯，刘哥，哟，冯正阳，张鹤帆，哎呀，这儿吃了，可不这儿吃着吗？天天这儿吃吗？啊，天天这儿吃。嗯，还跟您说，怎么着？每天下了班就这顿，准这儿吃。哟，合着您就不回家吃了？不家吃去了。他们娘几个在家都吃完了，我外边随便吃口就得了。那太棒了。啊，过来过来，干嘛？咱们俩坐一桌吃。哎呀，快。不吃了，怎么？我走了。别走啊！我吃完了，瞅不了可热的，啊，真吃不了。咱哥俩喝点，喝不了酒。我这有好酒，我感谢您。82年的雪花勇闯天涯。您留着自己咽气的时候用。真不吃也不喝了，我回家了。真走了，改天再说。回家。嗯，哎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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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各位看，嗯，很简单的一层关系，在饭馆碰见了，他就有这么多客气话要说。中国人好客，哎，所以说这就是说话多的人。哦。在说话少的地儿，这是哪儿？厕所。真的没错，各位啊，我说的不是您家的卫生间啊，因为您家的卫生间里边同时容纳不了那么多顾客，对吧？我们也去不了，对吧？哎，我就说的啊，就是北京的胡同里边有个大街上那种，就是公厕、旱厕，就大通铺那种的，你见过吗？通铺还躺下是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形容？就一排一排的，就是公厕就行。对，那种茅房，就无遮拦的那种茅房。哎，还无遮拦？对，那种的，在里边没法聊天。这有什么不能聊？你这里边哪怎么聊？拉着呢，来个熟人。啊，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怎么着？那你就说话呀，别张那么大嘴。你怎么没有话题呀？没有话题就找个话题呀。那跟厕所有关的，找个话题。带纸了吗？各位，他说带了，这个话题就没意思了，对吧？你必须得这么回答。没有啊。人家呢？我也忘了。不忘了。咱俩风干了他。没聊。怎么聊？实在没得聊，你这样。怎么聊？俩人不熟都能说那么多，你就把饭馆这段话挪到厕所来说。情绪一到位，热情他就聊得多了。照搬。对呀、啊，这等什么呀？一字不差的。你人物情绪的内容过来就行了。全带过来。对呀、啊。哥哥，你午饭吃的开塞露吧？听说这怎么还不理解呢？就愣来了。你为了多说话，找个话题，有个接口眼就行了。刚才饭馆这种话，搬到厕所来聊。对，来会儿，来来会儿。那各位啊，这儿不是舞台了，也不是饭馆了。嗯，裤衩变厕所了。花一张票，你们去了多少地方？好不好？哎，我正在这蹲着呢。嗯，一低头看见他，哟呵，掉里边了，上来呀！上不去，你抬过手了。上去我弄泥身，那怎么办？有低头的，扭头啊！早说呀，用早扭头不就完了吗？这是蹲着拿，一扭头看他了，哟呵，掉那坑了，上来呀！你脖子还挺长，一个茅房你哪个坑都看一见了。看干嘛呀？扭头侧面看着我，看着你不就完？看着还往那儿看着，那你不就完了？事真多，事真多，别乐了，姐姐，上厕所吧。厕所里都蹦着姐姐了。对的。我说的是我要大姐，
坐完下面你管天那事。哎，我上蹲着呢啊，看他了。对吧？对吧？嗯，您都站着拉呀。我导演，我不能还真蹲着他。他们演员没有艺德，我给大伙表演上厕所，最起码我还一蹲身呢，对吧？我表演，我最起码有这状态。你看他，你倒是演出来呀、啊！你们是不是个演员？对不住了啊，我就只能给你们来一个带发财的高仿。这个上厕所的时候还需要忏悔吗？不是忏悔，我也尴尬呀。差不多就完了，你这快来吧，不会演，我都快憋不住了，演出来你是真实吗？这不是太真实了也不行，尽量真实吧，对不对？哥，你把这拿着，但是你别管我戒指。越细的越不像戏，那是来了啊。给你吧，感觉你不够。你是那么大劲的吗？你看我有个样子就行了。沉浸式表演吗？怎么跟这事儿似的？什么沉浸式？一会儿沉屎里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哎呀，太恶心了，你这。哎呦，不出声，放我，别吃，放我，别吃。嗯呐。撒水车进来了。你看看我这个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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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拉的啊，这是拉的，天天这是拉吗？天天这是拉，还跟您说每天下了班就这掏准这是拉。合着您就不回家拉去了？您不家拉去了，他们家几个在家都拉完了，把这多少拉点就得了，太棒了！过来过来，怎么？咱俩蹲一坑了？哎呀，你那蹲不下，我走了。别走啊！我拉完了。你再找我们两口热的。我去。